The Federation of Filipino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hosted the 2024 Chinese Teachers Day celebration. 非华商联总会隆重举办2024年中国教师节庆祝活动。2024年9月8号上午10时，由非华商联总会主办的2024年中国教师节庆祝大会在该会正楼大礼堂盛大举行。华社各界领袖、贵宾以及来自全非各华文学校的教师们共同参与了庆祝活动。大会由商总文教组共同主任施纯勇担任司仪。商总副理事长洪建雄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商总在过去10年里为华文教育事业累积投入约1亿元，成功培养了200位华文教师，如今在职教师已达60余位，分布于全非各华文学校。他强调，商总将继续支持这些教师的进修，计划在未来5年内帮助他们取得硕士学位。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王悦参赞兼总领事在致辞中表示，中华文化是菲律宾华文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中非两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相知相交的桥梁。他赞赏商总在推动华文教育及文化交流中的杰出贡献，并强调中国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活动中，商总捐献华社尊师重道奖励金的仪式将活动推向了高潮。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常务理事叶启明校长在致辞时感谢商总和各界对华文教育之重视与支持，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建立更多教育基金，支持优秀教师的培养。校联退休教职员联谊会荣誉会长许丽荣表示，退休教师们为了教育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社会培育了无数的栋梁。他感谢商总每年提供场地让退休教师庆祝教师节和中秋联欢，期间颁发奖状与2021级华侨大学研究班毕业生，并颁发奖励金与1+2+1在职教师。1+2+1教师代表邱美安老师分享了他作为受益者的经历，感谢华社对华文教育的支持，并表示将努力成为中非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继续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2024年华侨大学研究班毕业生代表刘晓玲老师对商总长期以来对华文教育的支持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这些支持将持续推动菲律宾华文教育的进步与发展。最后，商总董事兼文教组主任柯维汉致谢词，致敬为菲律宾华社春风化雨的老师们。整个活动不仅彰显了尊师重道的崇高精神，也让与会教师们深感社会各界对华文教育的重视与支持。2024年中国教师节庆祝活动既是一场表彰与感谢的盛会，更是一个激励教师们在未来继续奋勇前行的动力源泉。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